Good morning, guys. 大家好，我是 Ed， 这是我的第一个 vlog。今天要带各位看一下我在日本一天怎么过的。Yo， 这样就是一个 morning 的开始，外面也已经亮了。出发喽！上个锁。对，一定要 cock 一声才可以确定自己锁好了。没有。好，那就。出门去了，惨了，波多凤凰没有开。这里就是大久保车站，好多人，有电车。最爱吃的有菜有汤，有咖喱有牛冻的这个套餐，日币800多吧。好假哦，这做好假，日本 Sky 真的好吃一点点，就那一点点。然后现在就是要去那个西浦亚，晚上6-7点多。我要先到东中野。好多人，太多了，好饿。我最爱的韩国女团。找到温蒂汉堡了，我想我应该要杀进去吃一下温蒂汉堡了。这是麦当劳，太好吃了，比麦当劳还好吃。就是没有网络，而且人很多。然后明天再找个有 WiFi 的地方，把这支影片上传。在日本的生活。